策、低碳转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是我们世界气候组的一个宣传视频，那么现在呢放一下我们世界气候组织对于碳的就是这个交易所的一个 PPT， 由我们的沈在华议长来给大家领导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汇报。能给张总这样张总好啊，对这种这样那个我先退场去了，不然因为我三点半也会好那个首先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这个咱们这个这怎么中山这个啊，包括高总你们对我们郑州认可，包括咱们这个老乡，然后对高新工作支持，这个事呢，这个我刚才简单听了，但是听得不太明白，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好些国际组织啊，包括一些好多这个授权啊这些东西，叫我们来做一个接下来交付一个最后的一个对比和研判，然后所以这个我接下来我让我们的投资促进中心，包括创新发展局，还有我们生产研究中心这几个负责同志留下来，然后详细有些具体的问题给咱们这个进行一个探讨和了解，结束以后呢，然后这个我听听他们的情况，然后咱们是这个今天是先接触和相互了解问题，然后这个后续的，然后这个到底是要不要做什么路啊，然后这个咱们做一些技术问题或者一些细节问题，咱们再做一个再做一轮吧，再做一轮交接和研判，对吧？好的，八啊，那就这样行，行吧，谁汇报？好，那个张书记，让我们郭议长跟你简单做一个交流，几分钟的好吗？不是，关键是我看时间到了。不用，张书记，你该去开会，我们下次再交流。那个，我们这几个都是相对专业的这个人员过来具体说这个事儿，好吧？好的。那您放心，好吧。你们那个屏幕调过来，屏幕现在竖着呢。对，屏幕给换过来。哎，好的。哦，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沈议长呢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 PPT。你这样，那个谁啊？喂。哎，在听着呢，您开始吧。好。你这个得先听听领导们讲话，然后再放 PPT。先让他们了解一下吧。哎，是的。先让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前期的徐董事长，你跟他们介绍了。您说。好，尊敬的各位领导啊，这个大家好。今天呢，由我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国际组织气候交易所。它如何运营的这一方面的内容，包括我们国际组织的简单介绍。大家看到这个大屏幕上呢，是我们这个国际组织的简称，叫 IOWGCA。大家呢可以在网上查询的时候，就把这个 IO-WGCA.org 啊写上这个以这个网址呢去上去。了解我们国际组织啊，这都可以的啊，详细的都可以了解得到啊，就是 io-wgca.org 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气候交易所呢，它分了很多种种类的啊，包括我们数字证券啊，这个交易所、碳排放交易所啊、IGF 交易所，IGF 呢就是我们气候环境绿色基金的意思啊。IGC 呢是我们国际组织的验证认证的意思，包括文化交易所、什么石油交易所、农业交易所等等啊，它是都包含在里面的。那么我们这个国际组织的这个总则啊，刚才那个视频也都看到了，
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技术发展导致了我们的气候环境啊出了大问题。那么我们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呢，都认识到现在啊必须用这个叫绿色产品、绿色技术发展，才是能够唯一解决这个地球目前状况的这种方法。这个方法没有其他办法。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已经发现的所有的这些产品技术啊，都要往绿色技术、绿色产品当中啊去发展。因为在1985年，联合国对吧和世界领导人呢都签署了叫国际协议公约。啊，也就是说我们说的1985年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和气候变化公约，这两个公约呢是我们目前世界上所有的主权国家197个国家呀全部都签字了。